你叫什么？怎么称呼您？啊？怎么称呼您？这张光复东嘛。就是您的姓名。我姓高那个。您姓什么？您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就个名字呢，我就是姓姚，姚瑞福。嗯。哎。您今年多大？你76。76啊。哎。那您是钱成宇的母亲是吗？钱成宇归来叔啊，你讲过。钱成宇什么？钱成宇的，您是钱成宇的母亲，是他的妈是吗？哎，是他妈。啊，哎。好的，那您说一说您儿子的情况好吗？啊。说说钱成宇的情况。哎，钱成宇，你给我说嘛。您就说。哦。12月25号那天。钱成宇回到家里跟你说了一些什么？钱成宇在家里那什么事干呢？说是跟你对你说了一些什么？等呢，等好不好能够，你能够，我懂不懂呢？你说就行了。哦，搞钱成宇能够呢？你那一叫屋的呢能够呢？你那是讲古，你搞讲古个事干呢？哦，搞女人讲古事干呢？讲过是个人物呗，就讲阿毛等过，就讲是指四个人，他就上去被捉了呢，就到的我那个，我就到的我呗，我就讲是呗，后来他就把家务的，啊服务长，就讲是呗，他就我就呀，我他就我呗，就讲我讲是呗，就白面呗，就讲走了一呗，就讲个羊就是个错觉呗，我就讲阿晓得羊味，就讲叫个错觉吧，后来吃在羊味呗。叫你要救济，我听那个杨伟伢个边呐，杨伟伢个边呐，就当水冷水，别个冇那个杨伟伢个边呐，杨伟伢个边呐，那个我就听来的救济为杨伟伢个边呐，我就当水就冷那个，就阿冇个，就上去个就我，哦，个就是那个侬做了不是的我，啊，辅导这个意思个，被杨伟那秒杀个，也到底是的我。就毕竟做了呗，结果我听那个该养该养，就该养你吧，没吃这养胃。后来讲我早就鼻塞了呗，吃这就个养胃药个。我就我听养胃药个病呢，养胃药个病呢。哦，我就光个孩子呢做针，个人员呢做针，我就一些别人员呢拍照那个。哦，个人员呢为做针，别人员拍照。哦，就别个们讲过就阿毛是个那个呢哦，就当年呢阿毛别个们讲哦。就阿子水弄垃圾，弄个，就是搞几个吃哦，在讲古哦，而且搞几绕拍几呢，叫屋顶绕拍几做针，就要别人会拍照。哦，别个木问阿家阿没多等过，哦，别个木问那家阿没多等过，就是弄过，哦，就我给哪个弄那也没米没几把，靠错带进，哦，后来呗就搞出门先要那个菠萝呗。都走有两个，那个哦，锄头呢哦，阿锄呢锄头，有两个半路边，就纠结别个两个锄头半路都走了。哦，家子个那拉就说就别个没阿毛搞水哦，啊就没敢多问那个，哦家人有时候那个哦今年被偷走，过今年要呢，你家屋顶呢要会做针，结果你讲过四条表要会做针，哦而且别就被拍走了。哦，而且别个门啊，就冇多会灯光，哦，哦，你个睡觉养睡那人，哦，你个一个那个吃哦，就要付去吃，你个，别就不走，你个，哦，你不走呢，你个，哦，叫我那给你苦就冇咁多会那个，哦，钱成宇那天回来有没有给你给过什么东西？在家里有没有放过什么东西？你叫家里是做种地呢，种地呢，哦，就叫家里没干么事，叫家里种了地呢，哦，而且王夫也没，而且俺家没多怕。钱村长那天出事儿那天，钱春雨回到家，哦，跟你有没有在你这留过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给你过什么东西？哦，人鱼叫我的等那个水干么东西能够？对，有什么东西给你吗？交给你？没有干么的，就是种个地。家里留过什么东西？孩子啊，肯带给呢，孩子啊，跟给呢。就做菜呢，还是做菜有干么肯定？弄做菜没有干么肯。
这去就没有敢去，你这去这这这这两个月就没敢去，哦。他亲口对你说，看到四个人，哎，把钱村长按到了地下。哎，啊，就过去是的，嗯，是个村啊的路，那个，哦，你是村的路呗，你村去里边里，你这样个人晓得，家没过家晓得。能够哦，那分完了，能够就分完了，哦。你每天都能见到你儿子吗？啊？你每天都能见到你儿子吗？钱春雨，你每天都能见到吗？钱春雨啊。每天都能看到他吗？我叫屋的要吃点嘛，要吃点是吧？叫屋的啊，叫屋的，你过错那地一这一些要吃点嘛。认为是有的，是不能管。认为没有是有的，认为啊，管一管你管起一些，结果要是有的，这个能要么？能就没叫有的没干，就肉只叫有的，肉一些叫有的，鸭子做个的，别个么子管没。他是每天都能见到他吗？他每天都能见到钱春雨吗？他每天是都要见到他。哦，每天都要见到。都要见到他。老太太是这么说了吗？啊，老太太说，是这么说了吗？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放心。老太太刚才说的是什么？老太太她是一个呢，做她是一个家里种地也能够没有私人。嗯，那钱春雨当时回来跟你说，钱村长被四个保安或者是什么人按到了地下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很着急跟你说，还是很紧张吗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？什么？那天钱春雨回来给他母亲说钱村长出事儿，这个过程是很着急过来跟他说的，是什么样一个状态？一个他在路上说，他那都在那个。咖喱咋说？你告诉他妈妈、爸爸刚才他说的。他是对咖喱咋说？你要跟他说，要把你的话还给他妈妈。就是我想问他，当时钱春雨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跟他说的？是很紧张、很着急，还是是什么样一个状态？叫蒋姐夫蒋姐那个，等你过来。哦，就个认为叫对个那个蒋姐夫蒋姐当官了，是要当官吗？结果认为那对面的那这对应能过呢，等你能过能过。哦，等能过，等能过就到时是过，如果你能过过了，等你过的话是那上升降级能过。哦，能过，能过就上升降级。哦，你上升降级就只能过，我天能过，能压个边呐，能压个边呐，能，你是不是能过？哦，能降级。能够那哦，上去就到就等嘛。我摇啊，我那句意思讲呢，你能压个呗，我就蹦就能够。我天，能压个呗，那杨文压个呗，那杨文压个能降价。哦，我哩哦，就别能哦，他哦，你能够走里边就讲，我天，杨文压个，杨文压个能降价，就别干毛干么子去。哦，就压个是降价吧个，上去是距离干越。哦，距离干预呢，这样个人晓得，就话晓得，只管就那个拿了碗就也，能够哦，拿了碗呗，家父又讲，后来要弄呢，能找错的位伢个呗，就讲这样子，结果我听杨伟伢个呗，那杨伟伢个呗那，哦，后来要蹦就蹦就别管杨伟伢个能，哦，给爹能讲这样子能管了。哦，这些呗就过去带着我呗，就搞富有奖能能过，就带着干预局里干预的，阿没吃点养胃的，都这个养带着我家晓得，比哪里呢养我呢家晓得，我讲好早哩讲几呗，养胃伢个呗就叫的讲几叫酒，我听那养胃伢个呗那养胃伢个呗那，我就蹦就蹦就过养胃伢个，哦，我要找局里讲几，这些是局里鱼，哦。